好，看一下接替投球的张毅啊，在今年初赛16场2胜2败。哇，还是偏低。哎呦哇，丢到哪里去了？哇，糟糕！挤压到，挤压到，一垒边线的界外飞球遭到接杀，一出局。好，出棒！哎呦，这球传二垒 ，out！ 哇，王一成做出了判断呢，他决定往二垒传，对，传给池恩齐。这个球打的并不是太强劲，挥棒落空，三振掉了林家宏啊！哇，也守住了这个半局，没有掉分。